7月15日，古装电视剧《陈希媛》发布新人物剧照，张震饰演男主九成，是肩负六界苍生之责的战神。剧照中，张震的眼神坚毅，比较硬汉的感觉。女主倪妮有着一张高级脸，长相出众，气质艳绝，一袭素色古装显得甜美可人。在最新的剧照中，古装扮相更是清丽脱俗，容颜姣好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